今天听说换了一个姓董的主持人，看看他播的新闻怎么样。看消息，楼市降价潮在全国逐步蔓延，地产界公开宣称2012年要过冬，中国楼市到底要往何处去？专家的观点是，这个节目真好看。未来2年，房价上涨不可能，但房价下跌不会超过15%。嘿，3年之内还涨了嘿。声音太小，声音太小了。喂。好，继续啊。虽然预测房价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，但是专家表示，在未来。台长说吃饭去了。不是啊，台长说吃饭去了。哦，吃饭去了。那我走了。一会儿再说。拜拜。哎呀，这不错呀，这就是矮点儿，我觉着哈。我去拿东西。坐着都没人了哈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这好。电视是可以调的。是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换楼市降价潮，在全国延慢，这字不认识。地产界公开宣称，2012年要过冬，中国楼市到底要往何处去？专家认为是，专家是这么认为。专家是这么认为的啊！现在体育台，看看体育台，解说足球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韩大嘴，现在向您转播足球。也许现在转播台球。刚刚坐在电视机上，守门员一声哨响，比赛结束。头球，女排门，把球踢进去了，好极了。啊，前有追兵，后有堵截。好，再见。好球，好球啊！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。